这个是我宝宝的衣服，你看我宝宝现在12:30都不睡，刚想给他穿衣服，然后我示范一下，让我自己穿，然后再让他穿，因为他老是不喜欢穿衣服，他又闹又哭又扯出来，好，然后我一穿发现，天哪！天哪，我手臂好小哦！我也是能穿宝宝衣服的哦，才1岁呢。天哪，还有很多空位耶！看这皱褶，太神奇了。看这个小宝贝儿还不睡觉呢，你干嘛不睡觉呀？在翻滚呀，翻滚吧，蛋炒饭。